给大家说个好消息，我们家豆豆生了，昨天晚上生的，一下生了7个。走，我带大家看一下。哎呀，豆豆，看一下你的小宝宝，你看，几乎都是小黑的多。你看，四只是黑色的，纯黑色的，三只是棕色的，这个和这个和这个是棕色的。看，哎呦，吃上来了。你看，胸前一抹白，跟小黑一样。嗯。眼睛都没睁开呢，好可爱啊。当时做 B 超的时候，那个医生说他里面怀的是5个，没想到生出来是7个，又赠送了我们2个。现在我都能想象得到，再停一个月，满院子都是小狗跑的，跑的叽叽喳叽叽喳的。现在小黑在豆豆心目中的位置是排行老8。去年他还是臭水沟里一只被遗弃的小狗，现在是又是找媳妇儿又是生孩子，狗生算是开挂了。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啊，是不是小黑？啊？你干嘛豆豆？那是这家是孩子的爹，孩子爹也不能碰啊，是吗？也不能靠近啊，是吗？啊？现在遇到一件苦恼的事情，就是布丁看到小狗，他就母爱泛滥，害怕他跟豆豆起冲突，所以暂时把布丁给关起来了。但是布丁不愿意，一直在里面狂叫，布丁。就在里面先关上几天好不好？现在一直关着它也不是个办法。虽然布丁它不会伤害小狗，但是我老公还是不放心，但是一直关着布丁不是个办法，今天我们先试一下。不行，看布丁还想去。哎呀，发愁。我也发愁。